Hello, hello. 大家晚安呐、啊，晚安，晚安。卡丘晚安。谢谢卡丘送的 kiss 啾啾。大家晚安，晚安，晚安。谢谢卡丘送的 kiss 啾啾。爱时间一开场就要告白哦。Hello Akira，Hello Miso， 大家晚安。布丁今天要聊什么？我想跟你们讲，我最近就是最近开始放暑假了。哦，不对，我很早就放暑假了。Hello， 晚安。然后我今天也有准备魔术，我魔术，魔术，大家晚安哦，晚安哦。今天有编法，大家有看到没？魔术练多久？我忘记了。谢谢阿 Kira 说的，看好你哦，看好你哦，看好你。今天的魔术什么时候变啊？随时随时变，所以 Miso 要等，敬请期待。你不随便干嘛？所以你很认真吗 ？Hello 小易，随时对啊 ，Miso 就是要你留着。Hello 睡仙，谢谢 John 送的荧光棒，赞哦。Hello 萱萱 ，Hello 杨杰，杨杰晚安，晚安，大家晚安。现在有人在放暑假吗？还是你们都要上班了？晚安。他就叫做丙丁妹，步步推爷奶，那你要改名。谢谢子阳送的干杯，他是丙丁，他是丙丁，不是屁丁，是丙丁。Hello 阿给，不是，他是丙丁，谢谢。日文，我还没学完我的日文，讨厌。Hello Ben， 爷奶，不行，卡丘你不可以乱取绰号。谢谢睡先生的守护玫瑰。Hello 手滑哥，暑假都在干嘛？哎呦，你没有步步推啊。Hello Ben， 谢谢睡先生的守护玫瑰，谢谢 John 送的眼睛闹钟。手滑哥晚安。你迟到了四分钟，小华哥，你睡过头了吗 ？Hello， 小千妈妈，妈妈，最近暑假，我想想，暑假，我昨天又去补习了，我不知道啊，你刚刚在干嘛 ？Hello， 妈妈，我昨天又去补习了，要背好多单字哦，高中好多单字，挑选头像，我看一下。哦、oh, ，可是我想要跟子萱一起耶，补习会吗？还好哎，就是暑假的补习比较没有像之前会考前很紧张。谢谢卡丘，之前的那个会考前的补习就是每天就很紧张。谢谢手滑哥，哎呦，我敲到桌子。谢谢业余唱神帮我分享之前。会考前补习就是去补习，然后就开始考试，考试完就解题，然后就是很紧凑，然后每天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又是晚上上课，然后就上了很晚，然后就很紧张。可是现在的补习就是比较放松，然后大家都很欢乐，感觉好像就是边欢乐边学习，不
不，你当时很朴素。我今天也有看到之前的影片，我就看不下去了。跟你一张跟子萱，那张子萱好可爱哦。家里反无，对啊，就是一到家就睡了。综合喵喵在加班哦，辛苦你们，你们都没有放暑假，好可怜。你们都没有暑假，你们可以自己弄一个暑假，就请假，然后自己办一个暑假。子萱应该会觉得不可爱，有卡吗？有卡吗？打工没有暑假，干嘛要打工？哎，对啊，你们可以自己办一个暑假。谢谢笨分享，没卡没卡。Hello 爷奶步步推，我觉得步步蛮可爱的。没有暑假没关系，你们以前的暑假都在干嘛？直接被老板放暑假，被 fire 吗？谢谢大家辛苦的赚钱钱，勇往直前，快要破100万了，开心。Hello 爸爸，子萱不管怎么样都是可爱的。暑假放假，要有一些事，做一些事。Hello 爸爸爸爸，为什么高职3年没放寒暑假？我其实觉得暑假这就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虽然我放了多一点的暑假，吃饱睡，睡饱吃。手滑哥，你在干嘛？手滑哥，不要跟我抢子萱。谢谢爸爸。好忙哦，卡丘。老师好严哦，不过应该是也是希望可以学多一点东西。我觉得布布蛮可爱的，我喜欢布布。除了考试，对啊。谢谢爷奶布布推送的烧鸟船，你的那个截图是你的头贴是。Hello 国树，为什么毕业还要去学校啊？我已经很久没去学校了。谢谢爷奶送的烧鸟串，看起来很好吃哎！大家吃晚餐了吗？爸爸不要乱让，你要监督好你的女儿的情人，你的对。Hello 阿华，习惯了，大家反而不知道做什么。我最近也开始不知道干嘛。还没吃吗？赶快去吃晚餐。刚刚好像比较下的比较大，现在好像比较小了。谢谢爷奶分享。你们晚餐都吃什么啊？我正在想晚餐要吃什么。我觉得每天吃晚餐前想晚餐要吃什么的时光很幸福。想先看布丁。哇，国树你刚刚吃的糖果。都吃空气。晚餐吃布丁，不要把我吃掉。你要等我变完再吃吗？那你就等吧。要看布丁直播所以有事吗？ Miso 没关系的，要为了魔术总是要付出嘛，为了魔术，对不对？我在想我今天要表演几个欸，我今天准备了2个。好哦，阿贵加油。谢谢卡丘。我等下结束才会吃饭。今天我其实准备了2个，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看2个，看你们想看几个。因为暑假很闲啊，没什么事做，就可以准备魔术。什么？你偷跑什么？手滑哥，你要偷跑什么？
不会啦，不会，我的库存还好。晚餐吃火锅哦，我觉得我其实蛮喜欢吃火锅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吃火锅的时候好像觉得火锅没那么好吃，可是就是很喜欢吃火锅。什么手滑哥你在说什么？谢谢老张送的枫叶，谢谢碎仙送的烧鸟串。不会啦，魔术的世界是无止境的，非常的多。手滑哥你在说什么啦？看不懂。你跟爸爸在偷偷说什么？谢谢咪手送，干杯，干杯。我的魔术世界也是无止境的哦。谢谢卡丘，给你双手比赞，双手比赞还点赞，双手比赞。说杨姐喜欢布丁的事情是吗？手滑哥。从实招来，对啊，我也喜欢我的衣服草莓，虽然我看不懂上面的日文，我还在学习中。谢谢笨送的烧鸟串，谢谢碎仙送的掌声鼓励。烧鸟串要怎么表达？嘴巴张开吗？啊！谢谢国柱送的干杯，九八什么九八，什么十九八？手滑哥你在倒数什么？什么 ？Hello， 安娜姐姐。Hello，Tom。哦，你说从实招来啊、哦？傻眼，手滑哥。谢谢 Tom 送的烧鸟串。手滑哥，你真的是这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对，国树以为你要发射火箭。对啊，我要学一下紫萱。为什么爸爸你干嘛教坏他？对，你看大家都以为你要发射火箭，你害大家高兴，结果他们又失落了。小华哥你要负责任。小华哥出来，你要向大家道歉。Hello， 性格，谢谢酱送的眼睛的动作哦。手滑哥，你做错了。Hello， 性格，大家都在上班哦，加油，加油。手滑哥出来面对，蓝勾勾是什么？蓝勾勾是什么？下班了，哦，谢谢爷奶送的双手点赞。好，手滑哥，快点老实说。谢谢爷奶送的干杯。啊，谢谢爷奶送的星之冠。耶！嗯，没了。谢谢爷奶送的干杯。什么？你要老实说了吗？哦、oh, ，好，我知道，谢谢卡丘。连续五场看我直播，太厉害了，给你掌声鼓励。爸爸要我去看栗子，哎，栗子开播了吗？谢谢妍奶。你本来想说跑去，不行，手滑哥，你现在已经被盯着了，你已经被监视了。居然看了五场，看了五场魔术，哎、欸，手滑哥，你已经，哦，不对啊，他结束了吧？对啊，他比我早开啊，结束了吧？因为我刚刚开的时候没有看到人卡。对啊，所以手滑哥你在说什么？黑勾表示真爱，所以我没有看到黑勾，哎，有黑勾吗？哦，他播那么晚吗？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刚刚没看到？嗯，真是奇怪。哦，是哦，还在开哦。哦，真的、哦。嗯，他不是五点半吗？五点半开两个小时哦。连开一百场，
我还没有开那么多场，我开了几场，十几场吗？那首豪哥你去吧，拜拜。一百场，对啊，现在有人播到一百场了吗？谢谢爷爷奶奶送的眼睛闹钟。那首豪哥拜。谢谢耶、我忘记了。对啊，拜拜手滑哥，我们一周直播两次，那这样会有多少次？谢谢国树送双手点赞，双手点赞。爷爷奶干嘛这样？对，再买一台。哦 ，GoGo 是新的功能，原来是这样子啊！看一下。哦，我看到了，哦，两场绿 GoGo， 五场蓝 GoGo， 十场橘 GoGo。为什么没有人有橘 GoGo 啊？十场。衣服好像对呀、啊，超可爱的。耶耶！我开十场了吧？好像没有。我开了几场？应该有十场吧？我还没有，真的假的？哦，因为活动刚开。哦，国硕你突破盲场了，太厉害。哦，对啊，那我应该也有开到十场，只是我在活动之前就有开，所以活动之后不到十场。哦，好，了解了。那我看一下，所以我已经满五场，我已经满五场了。不是有这种说法吗？你突破盲场，我还是不会念燕。谢谢爷爷奶送眼镜的赞助，谢谢卡丘送的双手点赞，真是太棒了，居然有属于我的礼物。盐，谢谢安娜姐姐送的干杯。什么香茗？要变魔术？你们怎么那么想看魔术啊？那么想看魔术？来讨论你喜欢吃哪些东西。我喜欢的东西很多哎、欸。如果说不喜欢吃的东西，应该比较快。我讨厌吃藕啊，不是芋头，是藕啊。夜岩狼哦，是吗？有吧 ，Miso， 我每场都有播魔术，每场都有变魔术。鹅啊！哦，好，谢谢叶岩狼。哦，鹅啊，没有，那一定是因为你们的讲法跟我不一样，因为我的台语等级是在 top 的，所以我跟你们讲法不太一样。我鼻子好痒哦。没有，一定是因为你们等级跟我不一样，所以就会。亮，鹅啊，我讨厌吃鹅啊，至少这个很讨厌。可是我喜欢吃蛤蟆，这对了吧？蛤蟆，然后阿嬷就说我很奇怪，为什么只喜欢吃蛤蟆，不喜欢吃鹅啊？鹅啊煎，我没有吃过鹅啊煎，因为觉得有鹅啊，哦，为什么我一直会想念鹅啊？原来我一直以来都念错了吗？蛤蟆吗？我不知道啊。鹅啊煎可以不要放吧？鹅啊，那就是变蛋了啊。真的吗？那我下次吃吃看。
我也不敢吃乌鱼子，乌鱼子我也不敢吃。然后阿妈就会说乌鱼子很怪，为什么不吃？就变淡，对啊，就变淡了啊，就变淡煎。为什么没有蛤蟆煎？我不敢吃乌鱼子，我都吃旁边配的苹果，苹果比较好吃。大家都喜欢吃乌鱼子哦。妈妈是妈妈以前不敢吃，后来就敢吃了。可是我觉得不好吃，就是它有一种有点腥的味道，鱼腥味吗？是吗？我都吃旁边配的苹果，苹果比较好吃。对啊，我不喜欢那种味道，我还讨厌吃什么？嗯，很难煎哦，可是可以拿出来吧，明太子。明太子，我有吃过吗？明太子这个名词进到我的脑袋不是非常熟悉，似乎有点当机了。对啊，过年都会有，我都只吃旁边的苹果。什么是明太子？虾卵。虾卵。我不知道哎，蛤蜊比较不好拿出来的样子啊，那我下次自己发明。明太子是什么？真的啊、哦？可是我觉得那个蚵仔煎的那个什么的饼干，就是那个洋芋片，超好吃的，那个就不会不好吃。那个就好吃。对，道具组在旁边，它在这个后面，这个后面。道具组，什么面皮？小倩，你要吃面皮哦。对，那个洋芋片就不会不好吃啊，不觉得吗？感觉那个完全不像蚵仔煎的味道啊。我觉得那个就没有蚵仔煎的味道，感觉不太一样啊。Hello 坤坤 ，Hello 博翰，对对，不要工伤，不要工伤。蚵仔煎的面皮我没吃过，就是蛋吧，就是蛋。对啊，就是洋芋片味道，就是跟一般洋芋片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不要工伤，椰奶不要工伤。Hello 喵，喵，晚安，博浩晚安。那个洋芋片吃起来没有蚵仔煎的味道，所以就好吃。谢谢酱送的掌声鼓励。蛋煎，所以你们都是吃蛋煎吗？我觉得我喜欢吃的东西很多，多到数不清。太阳饼也没太阳饼好吃。代言的话，妹不要啦，要减肥，不可以吃太多，不要吃太多洋芋片。花枝煎，我没有吃过那个、欸，我下次可以试试看。我也喜欢吃虾，老婆饼。那你买一个老婆饼，他就附送你一个老婆。不喜欢的，我现在突然想不到我不喜欢吃什么。嗯，应该说真的到不喜欢，就是完全不吃的还比较少。就是有些是不喜欢，但是一定要吃还是会吃。哦、我在讲什么？太阳饼没有，他自己画一个啊。Hello， 粉丝什么粉？日本什么粉丝？南野秀一。凤凰酥是什么？我没有吃过凤凰酥。布丁好吃，我只喜欢吃
筒圈布丁，筒圈哦，是要筒圈哦。文珍也没有，文珍是谁？可以，就是不喜欢，应该说，你怎么讲啊？不喜欢吃，可是真的要吃还是吃？不对啊，如果真的硬要我吃鹅啊也是可以。好，我已经开始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筒圈好吃，对啊，文珍是谁？哦，我也，我不，我好像没吃过榴莲，我也不喜欢，我不喜欢它的味道。芋头里面没有头，你们现在在玩那个游戏吗？其实不敢，我也敢吃鹅啊，鹅啊就会有一种苦苦的味道，我从小就不喜欢。大家喜欢吃榴莲哦。哦，爷爷奶你好清楚，害我饿了，害我饿了。榴莲，子萱也不喜欢哦，子萱也不喜欢。我就是，我也不喜欢青椒吧，茄子，就是那些大家讨厌的，我应该都蛮讨厌的吧。嗯，还有什么？为什么突然叫我想？我想不到。没冰的人，所以要冰哦。红萝卜可以，不吃辣。卡丘你不吃辣哦。可是我不常去板桥。哦，他们这次生日会是吃那个，就是不喜欢吃的东西，是不是？苦瓜，我喜欢吃香菜，但是我不喜欢吃生的香，不是生的香菜，不喜欢吃，我喜欢吃汤里面的生，不是生菜，香菜，有汤里面的香菜。哦，对啊，他们这次生日会不喜欢吃的东西，什么赖的浪妞。我喜欢吃香菜，可是我比较喜欢吃有泡过汤的香菜，就是汤里面的香菜。像如果是花生卷冰淇淋，有时候会加香菜，可是我就不喜欢吃那种干干的香菜。虽然好吃，可是比较喜欢汤。对，就是要加汤比较好吃。花生卷冰淇淋上面的香菜就不是那么好吃。对啊，就是要加一些汤，汤里面的香菜才好吃。什么宜兰名产？宜兰产香菜吗？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宜兰香三星葱，三星葱。看一下现在，还是我们七点半来变个魔术好了，大家应该期待我的魔术吧，妈，你们期待我的魔术吗？花莲名产，我觉得花莲的名产是麻吉，每次去花莲都要吃麻吉。大家很期待魔术，对不对？没有要牵手啦，还没那么高阶。最近在练一些比较高阶的魔术，可是要练比较久，所以之后才会给你们看。大家真的很期待魔术，那我今天表演两个好了，反正我练了，就表演一下。七点半，好，只剩一分钟，高阶的要等以后，因为高阶的要练比较久，就是那个手，就是看起来很专业，可是也要花比较多时间练习，所以就只好暂时先，谢谢贝送的枫叶，消失原因太难了啦。我上次有看你们说那个，那个什么什么大卫什么什么，对，我现在的魔术还会有点烂惨，不一定可以漂浮的。好，那对啊，就是要花很多时间练手法，所以比较高阶的魔术就要那个。哦，对，大卫考伯菲，我有看到他的魔术，我上次有看他的魔术了，嗯，蛮厉害的。
好，七点半了，我要把这个拿下来，等一下哦，先准备一下我的道具，偷瞄一下。嗯？什么静音布丁？手指魔术？手指魔术你们看了那么多次的，你们这么喜欢手指魔术啊？下来，后退。噔噔，下面的是布丁狗，这样子，这样可以吗？看得到吗？什么字吗？我怎么觉得我的手指模式不错？今天又是杯子与球呢？真的吗？好吧，那我下次练一下手指模式。这个是在好圈多爸爸买的披萨的外面的铝箔包装揉成的球球，因为经费有限，辛苦道具组了。然后这个杯杯是昨天在阿公家拿的，因为我家没有纸杯，我就去阿公家跟阿公要了三个纸杯，然后以及我们好圈多的披萨的外面的包装的铝箔纸，这是环保又节省的道具。对，没有，我有跟阿公说有披萨味吗？没有，没有披萨味，就是一个球。好，这个跟魔术无关，这只是多说了一下这些道具的由来。布丁的魔术呢，向来追求以周边生活用得到物品来变哦。拿三条没有啦，没有要变出披萨。对，在这里魔术表演，感谢阿公提供纸杯，感谢好圈多提供铝箔纸，感谢道具组的努力制作，耶、yeah! ！要开始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吗？对，我是环保魔术师，不是我自制的，是道具组，是道具组自制，道具组，我为道具组掌声鼓励。对，感谢阿公懂内，我做的就是当魔术师，我变魔术啊。以上节目由阿公阿爸都去赞助播出。对对对对对，好，准备好了吗？噔噔噔噔噔，什么 Misa 说什么？对，我负责变魔术的部分，我是表演组，我是表演组。好了好了，害我也跟着紧张起来了。Miso 不要紧张，开始喽。首先呢，这里有三个空的杯子哦，空的杯子哦。好了，球球。把它放在其中一个杯子里，转一下，很慢的转一下，大家仔细看，球球会跑到哪里呢？对，台湾的杯子，阿公赞助的台湾杯杯，仔细看啊、哦，仔细看啊、哦，等一下，仔细看哦，杯子到底不是杯子，球球到底跑去哪里了呢？球球到底跑去哪里了呢？球球你在哪里呢？球球你在哪里？哎，手滑哥你进来了，正好魔术的时间开始喽。没有在我手里，检查一下，手里没有任何东西。杯子在，不是杯子，球在哪里？给下面不对啊，下面布丁狗看过，在哪里？球在哪里？球在哪里？球在哪里？在哪里？没有在脚上。我问你们，一二三，一二三。哦，你们真的是在哪里？一二三，一二三，哪一个？一二三，一二三，二，二哦。我们现在看二，
噔噔，等一下，没有，在一吗？三，噔噔，球球跑去哪里了呢？球球跑去哪里了呢？三个杯子也都没有球球，球球跑去哪里了呢？我们就在我手里。我要变了，等一下呢，你们要吹一口气，然后你们就会发现球球就变出来了。我没有吃球球，再找去，不是球球，你们刚刚都有看到啊。快点吹气，咻咻咻咻咻，变个魔法，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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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准备好了吗？嘟嘟。噔噔，变出来了，球球球，球球球，球球。好了，魔术就到这里结束。谢谢教授掌声鼓励，谢谢贝多的掌声鼓励，谢谢果树，谢谢阿基拉，谢谢感觉，谢谢运超，谢谢阿基拉。谢谢瑞仙，谢谢蜜手。刚变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刚刚没有露出马脚啊。谢谢爱死，刚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哦，没有破绽。谢谢瑞仙，刚刚什么都没发生，刚刚没有破绽。刚刚没有破绽哦，把球变成不行，太难了。杯子没有问题，没有脚，露出布丁脚，没有脚，真的没有破绽，没有脚，没有露出布丁的脚，我的脚没有露出来。你们要变再变一次吗？我觉得再变一次你们应该就知道了，还是你们刚刚都没有看清楚？表情没有心虚，表情非常的有自信。谢谢博汉做的掌声鼓励。好，其实我觉得我刚刚已经露馅了，我还是再给你们看一次好了。有些人刚刚才跑进来，静电整的是什么？好，我要再开始一次哦。好，首先以上节目由阿公的纸杯以及爸爸去好圈多吃完的披萨上面的铝箔纸的球球赞助播出，谢谢茄子手干杯，谢谢碎仙手看好你哦。对啊，你们刚刚应该是荔枝播完，然后你们就突然冲进来了，没看出来。Miso， 你确定吗？你真的没有看出来吗？这个赞助，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要提倡环保，再度利用的概念，不是为了球球吃披萨啦。对，这赞助是新加的梗。爸爸是吃披萨，好圈多的披萨，披萨，海鲜披萨吧，好吃哎。阿妈也觉得好吃，阿妈喜欢好圈多的披萨。Hello 草莓酱，对，海鲜披萨我也觉得好吃，可是我吃的是沙拉，沙拉超好吃的，虽然很大，可是很好吃。晚安草莓酱，不是牛肉卷，爸爸吃披萨。听说牛肉卷不错，下次吃吃看。谢谢草莓酱送的 Love You 跟掌声鼓励。为什么还要特别？什么意思？对，可是沙拉有点贵，可是很好吃哎，你们要吃吃看哦。牛肉卷饼，有牛肉卷饼吗？牛肉卷，我下次也想吃吃看牛肉卷。我故意转移话题，转移注意力，这样你们就不会注意了。好啦，我要开始了。对，沙拉超好吃的，而且很大，有鸡肉，还有面包、番茄、生菜、起司，起司好好吃。好圈多，真的，因为好圈多，因为我们家只有三个人，所以好圈多的东西都太多了。好啦，我会认真变魔术的，真是的，你们怎么那么期待魔术？谢谢翠仙帮我分享。他不是胖丁，哎，我们上次到底帮他取什么名字？是马丁还是卡丁？
我忘记了，好像是卡丁吧，还是马丁？哎，卡丁。好啦好啦，开始喽。手滑哥，你是很期待，可是你刚刚又慢了一点，所以你是不是要乖乖的等呢？谢谢阿华华帮我分享。谁是瑞奇马丁？不要胖丁，他哪里胖？他不胖，他很瘦。好了好了，我要开始了。手滑哥，你下次不可以再这样子了，你下次就要马上锁定，不能第二次，你要第一次就跟着，下次就不期待。为什么？对，他脸比我还大，没关系，那是我脸很小。好啦好啦，我们要开始喽，布丁魔法师要施展魔法喽，开始喽。害我很紧张，等一下，等一下哦，我看一下。等一下哦，好，我看到了，好了，好，三个空的杯子，把球放在中间，这个放好喽。不是啊，你们叫我变第二次本来就会有破绽，我也打算放弃了，因为第一次就变出破绽了，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转动杯杯。转动的过程中，你们要仔细看好，到底球球会跑到哪一个杯子咧？不是磁铁，没有磁铁，这是透明的桌子，然后手上也没有任何东西。嗯，好、哦，等一下，转动哦。请问你们球球在哪个杯子里？作答。一二三，中间，是吗？是中间吗？二，是中间吗？都没有，都有，不是都有，是四号在哪？中间。神奇的魔术要开始了，手滑哥的预言要成真了吗？没有，那在这个吗？还是这个？你预言家，真的，手滑哥你是预言家，没有在杯底啊。旁边两个人都没有。接下来展现魔术的时间又开始了，接着对他吹口气，然后就会变出来。好了，给你们看好了。好了好了，魔术结束了，谢谢大家。没关系，我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不会被你们破解的，因为这个太容易破解了，所以还是决定破解一下。谢谢帅先生掌声鼓励，谢谢 Miso。下面一位，我没有自己放弃。鱼豪，你的那个头贴是出了什么问题？谢谢 Akira， 谢谢嘉阳。没看到什么，我没有自暴自弃啊，因为魔术本身就有一点问题。辜负道具组啊，对，这个魔术本来就比较简单，因为最就是高阶的魔术需要练习比较久。没有，我想说你们好像都看到了，你们好像都看到，那我就展示一下。不可爱，鱼豪一点都不可爱，太不可爱了，这样不行，要改掉。真的吗 ？Miso， 你认真的吗？对，用假的。卡丘，你有看过那个影片了、我没有心虚，我很不心虚。道具组叫我破解，
道具组的纸条叫我破解，不给你们看字。道具组要我破解，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上周变成对，因为那是我修炼三年的魔术，你们看出来了吗？你们看出来了吗？对啊，我刚刚有说出来，但是你们看出来了吗？那打喷嚏。哦，我居然打喷嚏了。跟第一次比，真的吗？没看出来，没有。接下来进入魔术的揭秘时刻。嘿，嘿，噔噔噔噔噔噔。首先，我刚刚把球放到里面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是有机关的杯子，然后这样放，哎呦。给你们看背面好了，放着的时候压住它就会卡在上面，哎呦，就会卡在上面，再放下来，然后再打开，就是这样子，懂了吗？蒙面布丁，我是布丁魔术师，不是蒙面，我没有蒙面。哦，对，这个桥段越解哦，可是我没有蒙面。什么魔术？电子炫的魔术啊！谢谢碎先生的掌声鼓励，大家懂了吗？这就是魔术的揭秘时刻。魔术的揭秘时刻。哦，对啊，因为魔术呢，基本上不要揭秘比它比较好。但是我的魔术呢，这个真的变得太有破绽了，所以我就偷偷告诉你们，你们不可以讲出去哦。你们不可以说出去，这是我们的秘密，我们之间的秘密 ，OK， 我们之间的秘密哦。谢谢 Ben 送的玫瑰，谢谢 Akira 分享。对，潜规则，请大家遵守约定，遵守 约定。谢谢大家，没关系，这个魔术失败没关系。是不是当初也被谁？没有啊，没有被谁说。我们等一下还有另一个比较厉害的魔术，比较不会被拆穿的魔术哦，应该是这样子。打勾勾，约什么？约不要把我破解魔术的事情说出去。对，这只是简单的开胃菜。谢谢蜜手送的看好你哦。谢谢，缺缺，我不会念什么亲子馆，耶、yeah ！跟贝贝合照一下，谢谢。哦，滚出去了，滚出去了，嘿咻！不会抛线洞 ，OK 的。哎，不对啊！你不会抛线都是代表你会讲出去哦，不可以说出去啦，不可以说出去。还有更厉害，我觉得另外一个魔术应该比较不容易看出破绽，应该还算可以，但其实也蛮简单的。高阶魔术要静待，因为高阶魔术要练比较久，那个手法就是比较困难，要多练几次。你不可以只跟子轩讲，对啊，有破解影片。这样我才能学，可是因为我学魔术是看 YT， 可是如果他们不揭秘，我就学不了了。我没有变给子轩呢，上次我要变那个魔术，结果失败。谢谢黑哥分享，他叫我变第二次的时候，我忘记不能洗牌了。可是他没有问你，你干嘛跟他说？快期待一下，咪手好好期待吧。谢谢碎先生眼镜当中，不会耶，我还不会变，没关系，请敬请期待。对啊，有人解密我才能学，所以没办法咯，不然我的魔术都只能靠自己。可是我靠自己，我的逻辑不够好。可是子萱没有问你，干嘛跟他说？这样就是你的问题了，手滑哥。我说你不能说，然后我然后你他又没有问你，你就不能说啊。
为什么要剪下我失败那段？可是我自己不够格发明魔术，目前还不够格。可是他没有问你啊，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也许我以后就可以发明魔术，只是可能还要再修炼。什么梗？不是啊。好，你就跟子萱说，你跟子萱说，反正你不用跟他说，我也会跟他说。你不跟他说，我也会跟他说，我会抢在你之前跟他说。晚安 ，Kentino。谢谢帅先送的烧鸟串。不是啊，手滑哥也都这样说，那我就趁着你跟他讲之前跟他说。现在打电话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接。Hello， 爷爷奶，你肥来了，讲我什么？现在打电话不知道他会不会接。不过我昨天才打电话给他，他的接电话的速度，普通。你们通常打给一个人，你们都会等多久啊？我没有啊，我不是小学生。布丁有接，不是布丁有接，子萱有接，子萱有接啦。30秒好久，我喜欢打，然后马上就接。有时候等很久就会觉得，为什么不接电话？手滑哥，你作弊，比赛还没开始哎。对啊，有时候要打到云星阳就等很久。没有，就是我比较喜欢马上就接，就是要等就会觉得有一种失落感。你们要我打给子萱吗？不知道可不可以打，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忙。谢谢茄子做的干杯。不知道子萱在忙吗？什么诈骗集团？Hello， 北原神推。现在比较少人用电话了吧？你们想要跟子萱联络、哦？我看他在不在。手滑哥，你来不及，你不行，你这样没有。子萱，我已经找他了，我已经传讯息给他了。好紧张啊！哎，这样好像不错，可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打电话。好酷哦！对啊，勇往直前，加油！你们要赶快努力，我们的二单就快要成功了，耶、yeah ！还没有读，没关系。只想看布丁，可是子萱也没有要出场啊。子萱快读，我哪有吵子萱？是谁说要打给子萱的？人家你怎么知道人家在吃饭？子萱可以出声好，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好了。我打了。接了哎、欸，喂，子萱，喂，子萱，喂，因为我在直播，大家叫我打给你。等一下啊、哦。跟大家说 hello， hello， 好可爱， hello， hello， 我现在去看你直播，好啊，吗？好啊， OK， 真是的，你为什么没有来看我直播呢？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忙什么？睡觉。你在睡觉？你为什么在睡觉？我今天出去玩呀、啊！你又出去玩？你怎么每天都出去玩？你怎么都不带我出去玩？我就想出去啊！你都不带我出去玩？哪有？我刚
才刚出去而已。哪有？已经过了。有。一二三四四五五天了吗？五天，五天了。五天。五天很久。好好你要带我出去玩。好了，好拜拜。拜拜。耶耶，完成打给子萱的任务了，耶、yeah ！太开心了。五天，对，我在跟子萱撒娇。你没有跟子萱出去玩，你少来了。手滑哥，谢谢怀怀送的早安抱抱，子萱，哈哈，子萱来了。子萱真是有效率呢。嗨，嗨，子萱好有效率哦，太感人了吧！子萱太有效率了，被睡梦挖起来。子萱，你是被我吵起来的吗？再背是你说这个吗？手滑哥不要偷告白。哦，是谁？菠萝，菠萝。子萱声音不像，真的吗？可能是那个声音的问题吧。我们的子萱儿来了 ，Hello， 波的，没有，子萱不会这样。子萱是个诚实的小孩，诚实乖巧的小孩，善良的小孩，可爱的小孩。子萱才不是被我吵起来，变声器。子萱，你一定不是被我吵起来的。子萱，你要看我魔术吗？虽然已经被破解了，不会，子萱不会继续睡，真的吗？卡丘，手滑哥，你不要这样，诚实，诚实，诚诚诚，哎，音一样，诚实，真的吗？卡丘，你觉得不错？子萱。鱼豪你还没改哦，鱼豪你可以改吗？谢谢怀怀。好，我变魔术给你看，等一下，等一下哦。子萱打字我觉得我打字算快，自己觉得打字还不错。真的吗？卡丘过奖了，卡丘。手滑哥，你真的是子萱说的，子萱说要看呢、欸，你怎么可以跟他持相反意见呢？你是不是？等一下，好了，子萱你看好了，这是三个空空的杯子，对，然后接下来拿出一颗球，然后放进去，然后再搅拌，然后再搅拌，搅拌搅拌，搅拌搅拌，搅拌搅拌，继续搅拌，搅拌搅拌。搅拌搅拌，继续搅拌搅拌，搅拌什么？不，这不是搅拌，那是什么？交换吗？搅拌啊，搅拌，搅拌，好了，交换。然后子萱，你要猜，球在哪一个杯杯里？球在哪个杯杯里？在哪里？在哪里？子萱，呼叫子萱，子萱该不会又跑去睡觉了吧？扣扣扣，中间吗？真的吗？真的在中间吗？没有啊，你猜错了，子萱，猜错了，球在杯里呢，真的吗？爱死，友谊的小船哪有不会坏？子萱，你再猜在哪里？在哪里啊？我发现我下次应该要垫一个垫子，这样好像就不会有声音了。子萱猜吧，谢谢阿 Kira 送的掌声鼓励。下次应该要带一种黑色的垫子，比较有 feel， 或是我可以买个魔术帽、魔术棒之类的。对。道具组，我们可以增添这些设备吗？在哪里呢？子萱，左边吗？
哎，你的左边跟我一样吗？好了，两个都打开。没有，没有，在哪里呢？变个魔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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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变出来了，球球，球，球球变出来了，耶！紫萱，你看到了吗？紫萱，你看到了吗？球球变出来了哟！咦，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很厉害吧？真是太厉害了！为什么？紫萱，你没有，你真的没有看出来吗？二弹出来了，真的吗？真的吗？害我很想看。什么可以去睡？不行，不行！紫萱刚刚睡饱了啦，睡饱了吧？哦，出来了哎，出来了，开心 ！TTP Festival， 耶、yeah, ！请大家敬请期待哟。然后有往之前的那个点阅也快要破百万了，大家加油！呀、yeah, ，是不是很开心呢？我也很喜欢这首歌，超喜欢的。耶、yeah, ，谢谢变色的玫瑰，竟然是这首歌，可是很好听，超好听的，超喜欢的，超赞，超赞的。大家都猜到，真的假的？怎么猜到的？谢谢壮送的掌声鼓励。哎，紫萱呢？紫萱呢？紫萱，你有看出破绽吗？我以为 MV 出来哦，原来你跑去看了，请大家敬请期待 MV 哦，大家敬请期待。嘿嘿，从一开始的 logo， 什么一开始的 logo？ 什么 logo？ 偷瞄一下，你还去看？对啊 ，center 是累积，超厉害的吧，累积，赞哦！公布选拔了，哦，真的，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请大家敬请期待，大家敬请期待，你们一定会喜欢的，666666。对啊，刚刚公布了。紫萱，你破解了吗？你破解了吗？你破解了吗？还有博弈，紫萱，你破解了吗？不知道，那我来破解一次给你看喽。首先呢，三个杯子，然后杯子的后面有个机关，然后刚刚就是这样，然后这样夹起来，所以就变成你看到的那样啦，懂了吗？紫萱也可以学会了魔术。好了，紫萱，我教你这个魔术了，你可以去你的直播表演这个魔术了，你只要准备好三个纸杯跟一个球球就 OK 了哟。紫萱，你下次要表演这个魔术吗？好的，我可以提供你道具，你下次直播就可以变这个小魔术。对，这也是布丁的魔术教学，大家也可以变魔术啊，你们也可以变魔术给你们的亲朋好友看，是不是呢？非常的棒。谢谢帅先生的掌声鼓励，不要准，你们要假装没看过，然后说哇，紫萱好厉害哦。对了，紫萱你在吗？没有，那是我变得太好。紫萱儿你在吗？紫萱儿你在吗？我问你一个问题。传给你好了，偷偷问你一个问题，
卡丘一下看看，卡丘很厉害哎、欸，他上次那个，哎、欸、哪一个？哦，也是杯子跟球的魔术，他也破解出来了。问什么？不告诉你哦。下一个魔术呢？下一个魔术我看，现在8:05，我们在结束前再变好了。可是卡丘，你上次也可以那个，好 ，OK。可是卡丘上次那个杯子，你也没有，啊，所以我下次是要给看杯底。卡丘不是好，没有，卡丘是好观众。我8:30结束啊，快了，还是你们现在就想要看魔术？是吗？我看一下，现在6分。我左手，可是我那时候我都没有在手藏东西，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非常擅长藏东西。现在只想看，爱死你又告白了。我现在还在训练手的部分。魔术师好像都会穿长袖哎、欸，可是我现在夏天穿长袖好像怪怪的。如果要藏东西，就要穿长袖。可是我这样会很热。谢谢盐奶色的烧鸟穿。又要魔术吗？我还要准备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应该比较不容易开破，看出破绽。艾斯不要抢，不是这样。紫萱生气了。谢谢盐奶色的好多烧鸟串。谢谢华华色的早安抱抱。没有，我是想说，就是如果现在穿长袖，一定会被看出哦，你的长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谢谢盐奶送了好多烧鸟串，什么时候变呢？15分好了，15分。恭喜盐奶步步突然升一道白银67，板丁肚子里，哎，板丁今天没有出现哎，板丁在家里。谢谢盐奶，谢谢盐奶。爱死爱死，你的那张纸屑很可爱，很可爱。Miso， 早知道我不要先跟你说几分了。Miso， 我跟你讲，我现在要改时间，我等一下不定时，就像炸弹一样，不定时就蹦，都没中10倍，那可以抽中10倍，感觉很酷。Miso， 我们会随时不定时。就像炸弹一样，谢谢睡先瘦我的眼睛验证中。Hello， 下课。对，可以这样，因为我们要采取不定时炸弹政策。要求冰棒撤照，可是他是不是没有撤？是吗？等一下，找不到。怎么不见了？还在啊。可是紫萱不管怎么样都很可爱。紫萱不要难过，我来抱抱你，抱抱你，拍拍，拍拍。可是紫萱你还是很可爱啊，紫萱还是很可爱，紫萱也很可爱，不管怎么样都很可爱。紫萱抱抱吧，来我的怀里吧，这样差不多这样。爱死翻白眼了，可是紫萱你还是好可爱，不管怎样都很可爱，哈哈，哎呦，哈哈。支持不够吗？对啊，谢谢 John 送的 Love You。紫萱送你的爱心，有收到我的爱心吗？不够，因为我还没说，没有，够了，够了，手滑哥够了，这样就够了，够了。紫萱已经不难过了。因为我抱抱他，他就不难过了哦，是吧？是吧？是吧？紫萱，我怎么样？
谢谢 Miso 送的，看好你哦。我很讨厌手滑哥，你居然说出让人伤心的话。没关系，有加哎，对嘛，子萱，你看子萱都这么说了，施压不丁。手滑哥，你看你怎么可以说令人伤心的话呢？手滑哥，你让我伤心了。谢谢碎先送的贵族玫瑰。手滑哥，你让我伤心了，哎，怎么办 ？Hello， 本丸，没有，没有叫你走啊，没有叫你走，你要留下，必须留下。哎呦，我怎么弄到？你看子萱都叫你别走了，布丁也有我，谢谢卡丘，给你们双手点赞。手滑哥，你真的是，你只听子萱的话哎。Hello 茄子，可是手滑哥，你说了让我难过的话，子萱你说，他这样是不是不对？手推布丁，手推，手推。手滑哥，你说了不太好的话，敲完下有说15分啊，15分就会。道具组，道具组，你知道我要什么吗？谢谢手滑哥送的星之冠，手滑哥别想要，以为星之冠就能弥补。Give me five， 不是那个，还有那个，还有我的魔术丝巾，不是魔术丝巾，魔术抹布。我来向你道歉了。嗯，我想一下。哦，你要丢过来，结果卡在上面，真是太好笑了。道具组，谢谢手滑哥送的告白气球。手滑哥，你问问子萱吧，你问问子萱吧，看子萱要不要给你一个机会。这是我的魔术小丝巾，谢谢手滑哥送的星之冠。为什么呢？这是我的魔术小丝巾，跟我的魔术小丝巾合照吧，魔术小丝巾，耶、yeah ！对啊，手滑哥，我也想要跟子萱的合照。这是我的魔术小丝巾，是不是非常漂亮呢？哎呦，我们待会15分的魔术就会用到。魔术小丝巾，还有这个布丁狗的扑克牌哦，没有15分，布丁狗的扑克牌非常的棒。艾斯，艾斯干嘛画瑞特的照片？还没开始啦，米莎。哎，不对啊！我刚刚又说是不定时炸弹，发现没有，只是每一张都很可爱，可爱的布丁狗扑克牌。现在练习一下，偷偷在旁边场外练习一下。嗯，这样不行。第二个魔对啊，第二个魔术是扑克牌的魔术，扑克牌的魔术比较困难，比较高阶。刚刚的那个杯子是初阶的魔术，现在这个是初中阶的魔术。对啊，卡丘我知道，可是那个比较像是那个好像，其实我也搞不懂原理。骗小孩的，等一下哦，还有一张，我不懂那个原理耶，看不太懂，数学不好就是这样。好了，我练习好了，原理不这样简单，原来是这样子。小花哥的新的头贴，哦，是阿悲伤帮我们两个拍的，赞哦。哎呦，点进去了，赞哦，哎呦。找到嘴巴，赞哦！给你双手点赞。
子萱，子萱 OK 吗？子萱 OK 吗？子萱 OK 我就 OK， 十五分了，爱你们，赞哦！哎呦，这么大声，准备好了吗，各位同学？子萱，你准备好了吗？待会将由你选出命中注定的那一张牌。子萱，准备好了吗？米索你还在，非常的好。对，子萱喜欢讲 OK， 他我觉得他的口头禅是 OK， 每次我都会问他什么，他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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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准备好了一副扑克扑克牌，好，准备好了扑克牌一副，然后子萱帮我选一张。你可以讲说第几张，就是假如说第三张之类的，帮我选，子萱帮我选。爱死你怎么可以换那张啦？虽然我还是觉得很可爱。咦，空白 ，Hello， 对啊，用文字选，子萱。手滑哥不是问你，你不是子萱，子萱你要选哪一张？左边数来第四张有点困难，左边数来第四张，好，找到了，好，然后因为我不能看到，所以我会转过去，然后你们记好，你们不是你们记好子萱选那张牌，嘿嘿，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看好了吗？道具组帮我确认一下。好了，好，谢谢，好，哎呦，好，然后，嗯，然后接着，等一下，我好像发现哪些错，我们重来一次好了，我发现有一些错误的问题存在，再一次，对不起，再一次，我们重新洗牌，然后再一次，我发现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就是有点尴尬，重来，好，等一下哦，我先弄好，等一下哦 OK， 艾斯为什么要学子萱的口头禅？诶，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嗯，好，再一次 Hello 空白，好，再一次哦，子萱麻烦你帮我再选一张，因为刚刚稍微吐了词，左边数来第四个，好，等一下，左边数来第四个，这个，嘿，现在变魔术啊，空白，你今天有点晚来哦，空白，好了，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放这，好，我要给你们看咯，嘿，转过去，哎呦，哦，这钉掉了，嘿，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看好哦。OK， 好，回来了。接下来把子萱选的这张牌放到里面，放到里面，放到中间，有点困难。好，放到中间咯。接下来就要有请魔术师金小姐。好，把牌，等一下哦，把牌放好，哎呦，盖上去。不是同一个，不一样，我们都是有魔术师金小姐，对，施展魔法，噔，扑克牌，来，扑克牌乖，施展魔法，吹口气之后呢，打开，好，他刚刚也被我弄乱了，接下来子萱选的那张牌
即将出现。好，我还不会弄那个，很难。哦，找到了，噔噔，噔噔，找到了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吗？是吗？是吗？成功了吗？子萱，我成功了吗？好开心哦！这个是不是比较没有破绽？是不是比较厉害？成功，大成功！今天没有马拉姆工作室，再也不会有了。谢谢米走兽的掌声鼓励，谢谢壮兽眼睛瞪着哦。谢谢阿 k i 掌声鼓励，谢谢 Miso 掌声鼓励，谢谢 Ice 的掌声鼓励，耶、yeah ！对，这个比较看不出来。谢谢 Kentano 送了10000个赞，谢谢卡丘说的送的我来签到，谢谢 Ben 送的 Kiss 啾啾，噔噔，很可爱的布丁狗，可以吗？我是出道，谢谢卡丘说的干杯。对，我也没有破解，这个比较厉害，大家可以自行思考。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小盒子给我，我再偷偷告诉你们是不是正确。厉害咯，见证奇迹的一刻。好，我会再继续多练新魔术的。谢谢睡仙送的掌声鼓励。那个是哪？我是在西圈丁，哎、欸，不对，西门丁可以讲，西门丁买的。谢谢爷爷奶送10000个赞。什么口头禅？什么口头禅？我在西门丁买的，有点久了，这刚好翻我嘴巴。见证布丁的时刻。哦，我开始想，我想到布丁 magic。见证奇迹的时刻，见证布丁的时刻，什么见证布丁？什么滑出来？这好像还有别种款式哎、欸，它有好多种可爱的款式哦、喔，太可爱了！等一下，哦，它后面有写，哦，它每种款式，真的吗？绿草地上的奇迹。这就是绿草地上的奇迹。你看哦，还有一个，这个吗？不是，梅花出来，好出来了。顺便打歌，对啊，可以。我找出它的所有款式了，太可爱了吧！梅花布丁狗，爱心布丁狗。红心，红心，这是 Joker 布丁狗，这个是方块，菱形，方块，菱形方块，这个是黑桃，因为我上次在讲的时候，我就被道具组纠正了，所以到底是菱形还是方块啊？好像有什么 diamond。什么 diamond？ 所以到底正确的讲法是什么呢？你们都怎么说啊 ？diamond 方块，对啊，布丁狗爱唱歌。方块哦，可是不觉得菱形比较好听吗？菱形不觉得比较有感觉？菱形，菱形。桥牌，桥牌是什么？黑桃是不会念，bread， 那我自己发明菱形可以吗 ？Hello 两光，因为我上次讲菱形，我就被道具组纠正了。完成，我要讲菱形。谢谢两光帮我分享我的直播。有点好奇子萱还在吗？会被笑？对啊，我就被道具组纠正了，道具组笑我。
对啊，这个是菱形啊，为什么要叫方块？菱形比较符合它的感觉吧，比较符合它的长相。菱形，子萱你怎么都挂听？子萱你在忙什么？Miso 你还在，真是太棒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Miso 还在。Miso 我以为你看完就会走掉。谢谢顺先送的守护玫瑰。对啊，魔术结束了 ，Miso 你居然还存在，真是令人太感动，太感动了，太感动了 ，Miso。哎呦。对啊，是钻石。哎 ，Miso， 别走，都快要结束了，你现在怎么可以偷偷逃走呢？谢谢帅先生的看好你哟。S 干嘛又告白 ？S 今天一直在告白耶，你要不要告白一下子萱？然后等下就说子萱就算了。手滑哥，子萱我的。现在在干嘛？现在在争夺子萱。子萱在啊，子萱不是在吗？子萱刚刚说他在，可能他要跑走，可能他跑去睡觉了。呼叫子萱，呼叫子萱。现在不是告白子萱。对啊，艾斯，你的台词已经被我抢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台词了。可以参战什么？黑桃的英文是，你是来看魔术，可是你现在还在，真是太令人感动了。对啊，子萱在啊，手滑哥不要再抢子萱了。不是，我是说艾斯，等一下一定会说子萱就算了，艾斯不要再挑拨了，再挑拨都是没有用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打击我们之间的爱。我没有要叫你走，我只是很感动，感动落泪。子萱，你想听冰棒说什么？子萱没有想听什么啊，是我说的。不行，卡丘，你要保持中立的立场，你要保持中立的立场。好了，手滑哥。没事的，子萱就是我的。所以到底是什么啊？所以那个英文到底是什么？不过我好像也不会用到英文。Miso 这是乖宝宝，给你上手点赞。没有人跟我抢布丁的样子。哎、欸，手滑哥，你怎么？你打错了，手滑哥。太伤心了，手滑哥，你又让我伤心了。手滑哥，你又让我伤心了。手滑哥，你怎么一直让我伤心？十倍。不行啊，子萱在。不要抢瑞特。Spider-Man， 这个我会念。手不是手啊，哎、欸，对，手啊哥，手啊哥，我的心碎了，碎在桌子上了，在桌子上。不是吗？哎呀，空白你怎么讲到我的痛处？谢谢壮硕的荧光棒。你要我说布丁我的吗？没有啊，就是心碎了，碎了。心，你要起床了吗？他不起床。我不会变魔术变，我不会用魔术变心哎、欸。醒吧，我的心。他醒不起来。哈特布洛肯，那是什么？什么是哈托布洛克？我觉得你爸什么叫痛？你说钱吗？你在讲钱吗？空白，你在讲钱吗？没有，我只是我怕念错嘛。
heart broken, broken. My heart broken. Where is my dear Annie? Annie, Annie. 爸妈，你的心会痛吗？你会觉得钱飞走，你心痛吗？居然不理我。Annie baby. Where is my 什么？爸爸，你为什么不说话？完了，爸爸居然直接忽略我。Annie baby. 爸爸表示不听，爸爸不说话，爸爸沉默以对。爸爸不说话了啦。我的 Annie baby, please give me love. Give me love, Annie baby. Give me love.请布丁学，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挡住我看不到他，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刚刚到底在干嘛。你还是说中文，子萱儿，我要叫他阿萱，还有萱子呢？萱子跑走了，萱子该不会要去睡觉了吧？萱子给布丁热敷。你要给我，子萱应该觉得很烦。你要给我安慰，萱子你在睡觉吗？萱子你居然在睡觉吗？哪有，我哪有每五分钟叫米索，原来你都在偷偷计时。子萱不是，你们干嘛都代替他回答啊？你们不是子萱。子萱感觉很累，好吧，子萱你好好休息吧。是的，就是这样子。点赞，诶，已经32分了，我们差不多可以进入念榜时间。对啊，今天播到8:30。子萱乖，子萱乖，子萱去睡觉吧。我们要进入念榜的时刻了。不要，我们不要吵子萱了。谢谢帅先生的 love you。好啦，我们要来，你想，哎，我们的画钉呢？花丁，谢谢华华送的早安抱抱，谢谢睡前，哎，睡过了，谢谢艾斯送的眼睛夜当中，谢谢咪手送的 love you， 谢谢咪手送的 love you， 花丁，完蛋了，花丁飞走了，花丁在那里，右边上面那里，你看到了吗？谢谢，花丁出现了，谢谢怀怀，收走我来签到。花丁自己跑出来了啦。没有，画钉很明显。嗨，谢谢手滑哥送的 kiss 猪猪。好啦，我们的画钉也准备就绪了，开始喽。等一下啊。今天的。第十名，阿基拉，耶！好，第九名是 Q
确认一下。忘了吗？水仙，水仙，耶、啊！第八名。Miso， 耶 ，Miso， 哎呦。第七名是。名是 Ben， 耶、yeah, ！谢谢 Ben。第五名卡丘，耶、yeah, ！谢谢卡丘。第四名是花花，耶、yeah, ！谢谢花花，耶、yeah。输完难，安子，你是第十一名哦。什么很吵？居然说很吵。你上次去哦，我直播的时候有讲啊，空白你是不是没有看到？我哪有挑你语病？我也有夸我。谢谢大家。好了好了，不吵了不吵了。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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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子萱是第一名，好 ，OK OK。今天的刘海第零名是子萱，子萱太棒了，子萱爱你，赞哦。画丁没有，他不会不理我。哎呦！谢谢大家。我们现在要小声讲话。我们现在要小声讲话。大家拜拜。辛苦了。下次再见喽。下次的直播是。礼拜四。同一时间七点。大家要记得准时收看哦。八八八八八。啊！敲到手手了。拜喽，拜喽，拜喽，晚安，安，晚安，晚安，拜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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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下去喽，我现在要变一个，等一下，我现在要变一个魔术。就是呢，我要把我的直播变不见。三、二、一，变不见，拜拜。